加分乖，这是跟那个猴流片打车子很像，很好笑。好了，可以剪棒子。加油加油！耶、yeah ！切下很好玩哦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。然后就走了。Oh my god！ 很像讲 Oh my god， 很好玩哦。没事，把人家车打烂，伤脑筋呢。最好不上去。啊，不行了，不要无聊了。哇，太可怕了！我们就说这个千万不要被坏人包在中间啊，不然就完蛋了。哦，哇！哎呀，竟然被太惨了，太可怕了吧！喂、欸！哎、欸，哇！竟然又这样死了！哎、欸，我就算太久没玩，也没那么逊吧？太过分了吧！真是的！啊！哎、欸，玩很闷呢！哎哎哎哎！可恶！然后我记得这好像也可以站到桶子上，你在干嘛？加油加油啊！还好没有太早把那个肉吃掉，所以要小心，因为它掉了以后那个火会烧起来，很恐怖的。要站小心一点，不然的话不小心就会把那个棒子捡起来。哎，是不是可以吃了？哎，是的，有这样。哎，不给拿武器了，这边就不是我弄的，是他剧情设计的。你看我就被抓走，太惨了。哎，来不及捡棒子那样呢。哎，可恶！哎，哎，我真的有这么久没玩呢、啊，连这样子都抓不准，还安利比赛哦，嗯，不行哦。我是说我自己不行，啊，你们也不行这样的，伤脑筋嘛、啊，啊，真是的。你看又回来这里，刚刚的剧情在很好笑，突然把我抓上擂台。还有这样的，哎，我记得可以这样抠抠抠，然后再把它，啊，是被女生踢的还是？啊，那个棒子已经捡不到了。刚刚看起来好像踢到那女生，其实并没有，因为她后空翻就翻掉了，太可怕了。一牛排耶，等一下吃，等一下吃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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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可恶呢。嗯，好像很夸张哎，这个伤脑筋。
油加油！哎、欸，这一关的完了吗？哦，听起来很恶心，可是它那个，它那个口香糖好像可以吃，捡起来吃可以补血的样子，真恶心。啊、哦，忘记了，不能跟他远，然后在一直线上的，会被他吃了。啊，那这样怎么过得去啊？可恶！然后去捡他的口香糖吃，白痴啊！你死掉了啦！死掉死掉！还真的死哎、欸！啊，奈奈，靠接关胜之不武啊！哦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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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定要用打的。我好像可以跳踢，可以跳跳那个子弹的样子。哎、欸，加油加油！到了到了，还没，要跟他在同一条线上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哎、欸、嘿嘿，要去吃口香糖了，说，啊，哎、欸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嗯、啊，哦，哇、啊，有这么难吗？白痴，哎、欸，我都忘了这关有这么难呢。跳都跳不过去，白痴！有了，吃口香糖，恶心！我刚刚是有多踢他一下，啊，真是的，训了训了，丢脸丢脸啊！这个要站准了，他那个火烧要看他那个火烧，然后要站准，不然会死掉。那光被火烧就烧死了。有没有看准这样烧就没事，然后记得站在这里不要乱动，然后他们会自己被火烧掉。哎、欸，没想到这么多年我还记得还站得准，不错不错不错。然后他们就慢慢被烧光，很诡异哈。哦哦哦，还好还好，还是有站准。还要记得站准了就不要乱按上下，因为其实有时候那个要把他们往后摔或往哪里怎样是要弄上下的，这边就先不要弄了。这个是 Andrew Junior， 哎、欸，他不会被火烧哦，哎、欸，你那么大一只，然后不会被火烧，你这样对吗？还是因为他都跟我站在同一条线上，所以也是防火的线。耶、yeah, ，好了，打死了，打死了，快走，快走，太危险。然后接下来好像还有踢玻璃的样子。哦，不错，很补哦。哎，我要拿，怎么吃掉牛排了？啊，可恶，可恶。好，没关系。哎，还有这种事。来不及，啊、哦！把它赶快吃掉。哎、欸，我的刀已经，我觉得我已经有把它射出去了呢，难呢。哦，啊，笨蛋！对呀、啊，要拖荧幕啊，不能这样子前进啊，把那两只先解决，才能够让其他的出来啊。我这样还没解决，就让其他的出哦，太可怕了！哎、欸，啊，什么时候死的？
啊，可恶可恶，忘记只有刚那些吃的记得要拖萤幕，打人又忘记要拖萤幕，这个很重要，就是要拖萤幕，让啊，好险好险哦，就是要拖萤幕，不然的话，哎，不然的话那个新的敌人一直出来就会死，嗯，那可以，哎哎，我记得其实我记得以前厉害的话可以那个这样抓起来头撞两下，嗯，好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太久了都忘了，哎，我以为就过了呢，那我又忘了拖萤幕一直走到最后，哎呦，哇，我这样站在边边，然后还有火会烧到坏的，好啦，我自己也是坏人，对他们来说。有刀可以捡，还有人来吗？哎，没有了，进到电梯，叫叫，好像打一打会有武器掉下来的样子。坏人也会掉下来。然后要记得闪那个手榴弹。哎，还没死啊，刚不是都死了。哎，糟糕，有没有看到刚那手榴弹掉这边来？哎，我刚刚这样跳过去踢不到，还被他线吹配，太可怕了。哎，我什么时候被摔的我都没发现。哎，我又被摔了，太诡异了，快点吃牛排。哦，好险我吃到。哇，好可怕！哎，他会这样子移形换影，那哎，我要剪刀都来不及啊！来来来，射一下，再一下！啊，他快死了，就开始会这样，快跑快跑！哇，那怎么打得到啊？叫叫！要靠运气是不是？还好我都没有被他碰到。哎，才刚讲而已。哎，哎，那只刀捡不捡得到啊？哇，根本站不起来。对啊，直接就被那个手榴弹。哎，这样子射不到。啊，感觉最后是他让我过的，是不是？啊，伤脑筋，伤脑筋，玩得很闷啊。